各级成员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，合作下来你觉得和谁组队的默契值最高？其实我跟大家都挺有默契的，因为我们几个人玩得很好，彼此也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要一起去配合一件事情，像昨天我们就要共同配合去也不说骗深深吧，就是把他蒙在鼓里那种，我们就配合的还可以，他也没有发现。但是你要一定要选出一个最默契的，我觉得可能是深深啊，因为我们彼此的点对视了以后就知道，哎，你想说这个，我想说这个，还好吧，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吧。我跟深深那个就是有声音的那张照片，就看起来就有声音的那张照片会比较不可思议一些。当时就是要跑着进场，然后因为我们前一天就是录的肌肉反应很重，然后两个人都一瘸一拐，然后两个人一对视，就说你酸吗？我说我酸，他说我也酸，然后就兄弟团中最好骗的人是谁？深深，他的嘴唇真的好厚，好最前面。那感觉他这个嘴唇的样子像你吹口哨，嘿，什么都能接，居然。我不会吹口哨，怎么？嘿，嘿，你哪嘿不提不开提哪嘿，哪嘿不开提哪嘿。你们俩试试吧，反正已经有一个了。怎么放啊？你往天上放。往上，还是往上是吧？哎呀！但你中途好吵，你真的是我，你是接到但中途。我在这里没有比鱼更丑的了，来吧。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刚刚获胜的四位成员可以去热气球过去吧。晨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，我谢谢晨哥。这能坐下这么多人吗？上五个可以的。哇，哎，这下面看感觉好大哦。嗯，哇，好漂亮啊。哇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很美哎！啊 ！OK， 我们离开地面，我们抓稳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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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高，好高，居江村的花生是真不错。这花生米是生的熟的？生的，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。哎呀！哇！哇！这个夕阳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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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可以了，老师，你可以啊。我觉得下吧，稍等一下吧，好吧。我现在不是说你们想下，我不是说你们下了，我们就能下来。哇！我们说可以了，老师说不是你们想下就能下。可以了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这不是个奖励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那我们就下去。哎呦，下吧，能下吗？现在下吧。我现在有点。
完事儿了，完了，完事儿了。朋友们，这个跟那个想象中的浪漫不一样。好糗哦，刚才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凯哥在那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师傅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”十八岁的歌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。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，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十八岁。每答对一题记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啊，太难了，随机的喂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的。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年的吧。哦，是我们里边的谁的十八岁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老歌统一，就是报这二位的。Thank you 啊，对不起。好猜好猜，那你应该是一二年。我一二，我觉得他还有可能。我一零年。你十八岁是15。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四首歌里面挑选一首。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三首里再挑选一首。好，那十八岁的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。八岁的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什么歌？去，出去！哎，李晨儿，哎，干嘛？快点，出去！哎，我是维持秩序的啊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。我们知道。那咋的呢？那咋的呢？知道。龙飞说，龙飞说，凯哥，这啥歌？走走，他们知道。走，给点提示，什么歌？给点提示。给点提示，不放了吗？不放了，走。才放了两个音符。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能听见？你能知道啊？ 我知道啊。来，你来。啊，走，我们队都走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宠爱 TFBOYS， 然后是卓璇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Yeah！ 你咋都没听说？咱是一个年代的。我明白，我把这首歌唱好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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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啥也没听出来呀。第二题请出歌。马天宇。好，让你让你。马天宇该死温柔。对，是的。谁的十八岁？是你的吧。说一个就行。他不是我们队的。傅龙飞跟十八岁。错误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他马天宇十八岁差不多吧。马天宇该死的温柔。你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说是陈哥的。周深的十八岁。回答错误。啊？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，是一个女生版的？是他的，是他的吗？他的前面就是这一版。好，马天宇，该死的温柔，是 ，Bibi 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。让我心在流泪在流，这么多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。你这样，下次你抢第一个，我排你后。先抢再说。对，先抢再说，咱自己补充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听歌。先抢啊，抢，抢！但我真不知道人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！你先站那儿听吧。干什么？龙飞，你先站那儿听，还没上。你
哎呀，好熟啊！啊，不行，继续去。我知道。插队，插队，我这边去。我这带牌，我告诉你，带牌，我滴滴带牌回来。你这知道？你这公厕所在这儿。拒绝黄牛啊！听都没听过，电视剧的歌啥呀？啥呀？我不能告诉你们，我要告诉 baby。咱俩他是别的队的，他是别的队的。何哥，请回答。跟你打扰我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我错了。Let go， 我不太记得歌手名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凉。排队排队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那个男偶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你这儿来来，你排队。凉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凉了，凉凉也是。张栋梁，哦，北极星的眼泪。张栋梁，张栋梁，谁的十八岁呢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，导演？你就说我吧 ，baby 的十八岁，错误，啊，错误，大凯哥，下去下去，再见，下去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周深的十八岁，错误，哎呀，我还没生呢那个时候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为什么是哭腔啊？白鹿的十八岁，错误，我跟白鹿是一个年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傅龙飞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，正确。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张栋梁演唱。没法玩了，能不能把周深开除？我来帮一下你们吧，我给你提答案。你再回答，我就给你扔湖里。好吧，没事，我可以变成大鱼。第四题，请出歌。先给你们排掌。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。这个不行，这前奏听不出来。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。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？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？啊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咱猜年龄就行了吗？听他说歌名，这歌有点小众啊。我知道。这人唱歌的人是谁？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。等一下，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，排除是我，是我的，我绝对不是你。白鹿，不，绝对不是，我觉得是他。卓璇，卓璇，回答错误。然后我猜，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。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我的十八岁。错误。陈哥的十八岁。喂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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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飞，谢谢龙飞。白鹿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白鹿。哦，我的十八岁。我刚说的是哦。怎么什么都会呀、啊？很点歌喉，绝了！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杨千嬅，凯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啊、我怀念的孙燕姿 ，Baby 姐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，Baby 姐。回答正确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黄丽玲，对，周深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当时
说的距离。收。白鹿，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，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哦，我是被你扯走的，你扯掉去。哦哦哦！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不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应该是囚鸟，这是谁唱的来的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？这是那个女生的版本。女的，女的，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边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囚鸟。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。后面都是我们的人。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我不知道是谁。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彭羚。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。正确。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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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羚。彭羚。彭羚哪记得？哇，六六六。六六六，真的六六六。谁的十八岁？你的十八岁。沙哥的。没法玩了，这比分太悬殊了。我听歌太专一了，只听周董。只听周董。真的太专一了。那下一首啊。说的秘密，周杰伦，我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你说的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。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，还是很好听啊。哦，是那个电影的时候。对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，要落红才发现。好，士气提起来了。哎呀，不像歌手。啊，九妹，歌手是？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们的十八岁。这个是沙哥的强项。九妹，歌手是黄鹤翔。哇，可以剪答案了。你别打，我没说，不代表我说错。李晨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哇！我不知道这个歌手，你俩不是一年的吗？一年，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。是李晨和沙溢的十八岁，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。谁说的？我可不是专业歌手。我也不是专业歌手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赖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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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躺赢。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。我这边有一个性格测试。这边有一个性格测试，像 MI 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 MBTI 的性格测试。这么多道题，对，反正大家都一样。各位成员，其实刚才发布的性格测试问卷只是一个幌子，现在只有周深一个人在房间做性格测试。哎呀，深深的事儿了，看来是。其实把大家叫下来是有另外一个任务要交给大家，
前两天是白鹿的生日，四天之后深深也将迎来他的生日，今天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合宿，一会儿我们就为白鹿和深深两位成员一起举行一个生日派对。哦，那他为什么在这？那他为什么在这？因为我生日过了，他生日还没到。但是这两个人过生日的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。一会儿等周深下来之后，我们先会给白鹿补过生日并送上蛋糕，到时候我们会说还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也马上要过生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再上一个蛋糕，但是这个蛋糕掀开盖子以后会发现是给工作人员的。好无聊。之后我们会再上一个蛋糕，说第三个人也在正式过生日，又不是他，是民宿老板，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是真的过生日？真的过生日。啊，那行吧。你们当中可以有人跟他站得近，站在他身边悄悄提点。我不干这种事情。然后就到了也没给他是吧？然后我会假装公布性格测试的结果，在这之后我们会再拿出一个蛋糕，那个蛋糕是还不是他的。那个是深深的蛋糕了，不能笑场，一笑场就全破功了。这趴最轻松的人是周深。来吧，那我们就先出去入座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刚刚大家都做了性格测试问卷了，趁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呢，我们先干一些别的事情，有请裁判。哎，啊，来，请晨哥帮忙打开一下这个。是，这应该是蛋糕吧？不会是一打开一个爆炸的东西吧？那也都有可能，爆炸米饭。下一期的嘉宾。给你补过一个。谢谢大家庆祝我四十大寿。许个愿吧，许个愿。啊，希望跑男长长久久，可以一直播下去。前天是白鹿的生日，我们想在节目里正式的给他再庆祝一下。另外呢，其实今天也是白鹿加入奔跑吧大家庭一周年的日子。真假的？这么巧吗？去年的9月25号是白鹿第一次以兄弟团成员的身份和大家录制了《奔跑吧黄河篇二》。谢谢，好有意义的一天，只能说岁月过得太快了。好，大家请坐吧。坐。那么除了白鹿之外呢，还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也马上要生日了。还有一位好朋友过生日，但是这位好朋友的蛋糕有点小了。谁啊？谁要生日？还有谁生日？孙怡，你几号生日啊？我不是，我过去了，我6月的。还有谁？哎呀，谁要生日呢？6月的。这位好朋友哦。你姐不会这么尴尬的就是我吧？你快生日了吗？我29。如果这个打开不是我，会不会更尴尬呢？那估计就是你的了。那为什么深深的蛋糕会比白鹿的小这么多？对啊，我要替深深打抱不平。因为我去年9月25号就已经常住了。师姐好。来，那你开吧。你看，万一不是我呢？什么？这是谁啊？大美是谁啊？啊，大美，我的 PD。等一下，我要走。
哪儿？好尴尬呀、啊！深深，你是哪天、啊？29。今儿25。不到。你这最后这整的有点尴尬。怎么能忘了深深呢？对不起，深深。不用，我原谅你了。对不起。好、啊，我们就来公布刚刚性格测试的结果。吓我一跳！啥意思？这个才是你的，哎！天哪，好开心！逗你玩呢，你玩呢？这个真的没有想到，哎！你真的没有想到吗？你没有觉得我们在玩吗？你们啊，你们刚都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。你们不愧是好演员。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做93道题啊！这个是最惨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大声点！希望这辈子都不用吃金嗓子。谢谢跑男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讲述和老师。来坐中间，大声些。原来从一个那么高的台阶下来是这种感觉。其实刚刚做性格测验只是个幌子，是只有深深做了。今天呢，在这里为白鹿和深深举行两个人的生日宴会呢，是因为在特别的时间节点，我们拥有一次特别的仪式，能够更进一步的让我们大家走近彼此，挂念彼此，凝心聚力，互相依靠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大家能一直这么和谐，一起快乐团结的奔跑。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生日快乐。我觉得大家高低都吃一小块，来来来，嗯，气氛是不是有点尴尬？这必须得有的呀。好的，奔跑吧兄弟，奔跑吧，生日快乐！电视机面前的你也生日快乐哦！要不要拍一张合照？来呀！这是干啥呢？我的天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大锤！哇塞，是实的，实心的。危险信号，在倒计时结束前答对问题可以将大球推给对方，计时结束时大球会爆炸。啊？大球在哪边爆炸，则该队失败。两队两队进行比拼，我会出一道题目，你要把它倒着告诉我。比如说一心一意，倒着说就是一意一心。等会儿你刚才这个答案是不是都错了？一心一意倒过来念是一心一。你都对呀、啊，你也没念清楚啊！你对，质问你肯定不是他说的、那个。你这质问干什么？先请棕队和绿队出战。队长要不要考虑在中间？我可能碰不到球啊。你就考虑我俩推，这不轻，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喂，啊，还那还行，还好，还可以。请听题，回头是岸。二十头回。啊！往下一、二、十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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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了。哇，这么重啊！目瞪口呆。呆头，
呆头呆脑，呆口瞪目，呆三二一，不，哎，好重，达拉崩巴，达拉崩巴，什么玩意儿？达拉崩巴，达拉崩巴崩巴来吧，达拉崩巴的飞机不多，达拉崩巴版的飞机不多，一二，来啊！黄果树瀑布，瀑布果树黄，啊，不果树不黄，管它黄不黄。十五秒还没到，过过过过树过火花，过过欢乐。我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金鸡独立，金鸡独立，立立立鸡，立独鸡精。三二一，耶！你要的全拿走。哦，哇，越来越难了。走拿，走拿全的要你。哇，太白了。你以后叫陆白吧，你。啊！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啊！鸡年年拜鸡，年拜鸡给狼鼠黄。你这么厉害，你以后叫神州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牙象出。土里嘴狗，陆白，哇，陆白太厉害了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哇，输吧，输吧，我的，杀，开始！辞无患何罪之加狱？这么厉害？神州，你太厉害了！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Oh my god！ 钩上者愿钩钓鱼。钩钓鱼，哇！色彩遇到冰，有理说不清，真的有理说不清啊！不说理有，冰到玉台秀。你看看他俩，咋玩这游戏？一个深州，一个陆白。我们想放弃了。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榴莲黄连，你连我心连心，我和你说苦有同住地球，连女人心要靠彼此的真心。不是，哎，像周深这样的应该拔得蜜蜂，真的。这一局获胜的队伍是东队，接下来是绿队和粉队进行对决。那个白鹿，咱分配一下，你就专门去说我俩，或者举，你别在这儿了，你就站在这儿跟人播报就完了。好好好，我们俩的脑子都比不过陆白的一个脑子。请两队准备，落叶归根，根归叶落，根归叶落。让我试一下，让我试一下，你别管，你别管，让我试。好好，来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过不来了，过不来了。哇，停那儿了，立住了，漂亮！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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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我拔苗助长。长树苗拔，苗拔。西林那一高，高一那林夕，爽爽的贵阳，杨贵爽，爽爽的爽爽，爽爽乌拉那拉市。好厉害！稍息立正，站好。好站。稍息立正，站好。立正稍息站好。好站好立正。稍息。
稍息立正，稍息立正站好，立正稍息正。这太难了，我好看出来这立队。稍息立正站好，好在正立喜伤正啊。恭喜绿队胜出。有凉的吗？凉气儿不是烫的 MC 了，今天是凉的。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最后的决赛，我们其他的成员如果累了的话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 MC 酸奶。 MC 的经典原味升级了配方，不但配料表更简单，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，能感受到奶香很浓，唤醒美味，一起 MC。来吧，决战吧！这其实说实话就是白鹿跟周深的决战。白鹿和周深，那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四个只是推球呢，还不如给我们换上一黄衣服，写着裁判呢。接下来进行决赛，决赛的题目会继续升级。我们会出一道问题，你们要给出答案，但是答案要倒着说。总时间3分钟，最终时间到了，球在哪一队爆炸，那么哪一队就失败。这样吧，周深白鹿弄球，我们四个打。行行，同意，同意吗？我有点受不了了，我老当苦力，我觉得我也该动动脑子了，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，可以，白鹿同意了。你们在这出发，来吧，周深自己担着吧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你现在感觉像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，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。球没动。算了，还是周深拿吧。周深拿吧。请听题：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双上帝是宜。三二一。走，你推谁呢？就是推我。目前在热播的白鹿电视剧名是什么？明镜月长。啊，太简单了，他们的题。对啊，俩哥哥真有劲儿。哎呦喂，这俩真的是完美的组合。他俩身高一样，那边是个 WiFi， 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吧？你们仨多少有一点夸张，我觉得。很重，很重。请拼写 welcome 这个单词。哇。Welcome。E M O C L E W。三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1993年，由陈凯歌导演的哪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？鸡王别霸。走你！我感觉力气不够啊。我又没过来。哎，真没劲了。这个就够吧，他们愿意吧。还剩1分钟。103.1+100等于。103.1+100。203.1。203.1。1.30。啊，一点。就这，快快快！1.30/2。得过去的时间。三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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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仨人都推不过去。You jump, I jump， 是哪部电影的经典台词？浩克，你坦泰。3、2、1。走你！又没过来，你至于吗？咱仨这劲儿啊！继续答题，继续答题。子母手中线的下一句是衣上身自由。快点，快点！扎扎扎！这身高飞。终于，还剩15秒。沙溢在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经典武功是什么？葵花点穴什么？手穴点花魁。要爆了，小心！三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陆白，你要我们的命，陆白！啊啊
我对不起你。 你们这个队伍输了，完全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，确实力不如人。获胜队是绿队，第二名是棕队，第三名是粉队。